將由呢個將軍澳海濱海濱大道呢度踩單車，兩部 GoPro。去感受下呢個將軍澳呢個海旁。咁啊，夜晚都好多人喺度練單車啊，嗰啲嘢。2018嘅六月二號，仲未好多好多人嘅時候，我哋大概踩五分鐘過到對面啦。呢個片咁樣，都係用兩個角度去睇呢度啦，所以會 render 兩段片，一個係360嘅片，一個係 GoPro Hero 6嘅片。俾大家 feel 下呢度夜晚啊，踩嚟到康城踩單車係咩感覺？我隔離好多人釣魚呢度，好多人釣魚。我覺得唔係咯。本來你左手邊呢度咧，本來好多嗰啲共享單車啊，都俾人清咗好多啦，都算清咗好多。長啊！呢條將軍澳灣呢個大道，其實可以呢度一直踩到幾個地方都得嘅。前面轉右嘅話咧，就踩到去呢個將軍澳 Popcorn； 前面轉左嘅話咧，就可以兜去呢個調景嶺嘅，可以去到。多嗰啲單車手都喺度練啦，咁一定啦，呢度係近嗰個單車館，咁一定係呢度練單車嘅最好地方。Fusion 嗰望去你哋嘅左手邊，好多間嗰啲樓都未落成啊，嗰啲嘢。如果 Google Fusion 左手邊你哋望到嘅有光嗰度就係 Savannah 咯，對住湖景海景嗰個單位啊嘛，話。今晚天氣就比較涼爽。前幾日成個星期都好熱，熱到不得了。到啊，今晚成個禮拜最涼爽嘅日。大家嘅右手邊就係九公園嗰度啦。咁就係上年喺呢個位置我就出過意外啊。好，上車。啲冇跑場先，好，過對面橋嗰度。
可以 feel 上右邊嗰度咧？右邊有燈嗰度就係呢、這個呢、這個叫做咩啊？清水灣半島係清水灣半島都幾靚呢度，對住呢個咁嘅避風塘仔。往左邊嗰度就係、是、呢個避風塘啦。龍舟咧好多時間都喺呢度舉行嘅，所以好熱鬧嘅。端午節嘅時候，呢啲地方咧都未落成，未起好啊，都喺度。不過呢度起好之後咧，就好熱鬧喎，呢度又。我幾耐踩單車咧？踩還踩啊？擔心啲咩咧？擔心除了行出街的路人之外，其實最擔心就是那些玩共享單車的那些，因為很多玩共享單車那些呢，即平時不是說玩開單車，很多的 rule 啊、行路方法啊那些他們都不明白。我試過最嚴重的一次，見阿叔一路行呢，一路在那裡看著劇，左手拿著部電話在看劇，很危險的，所以小心一點，這個踩單車的話。望過去 ，feel 想望左邊望過嗰度就係康城啦。我哋去調景嶺嗰度就停啦，前面調景嶺咯，嗰度就係、是。前面少少就盡頭咯，就係、是，所以都話呢度長，真係唔係好長。嚟呢一頭，
兜埋個彎過去。差兩步攞到條頸領啦，行前少少。哇！呢度搞到好亂啊，呢度一片咁樣。好 ，OK。基本上呢度兜咗個圈啦，睇曬從康城門口行到條頸領嘅路啊。